恭喜恭喜，奇妙的父母天地欢迎你，伟大旅程要开始。你心中充满爱，脑海有梦想，准备就绪出发前，有些事要话你知。为人父母不容易，全力以赴靠晒你，有时你觉得好似受考验， BB 喊不停，几晚通宵好难顶，冇人帮手激到嬲，咪冲动，平心静气好紧要。仲记得心中嘅爱吗？自己骨肉咁宝贵，点忍心大力摇？佢哋头仔重，颈冇力，唔可以大力摇嚟暗瞓觉。一岁以下危险高，若将 BB 大力摇，挫坏个脑不得了，重伤不得止，仲可能会死。切勿大力摇，就算呼吸暂停了，大力摇亲更糟糕，宁可大声嗌救命等人救仲好，或者的起心肝学急救。记住，无论你几激气，都不可以将 BB 大力摇。当你的 BB 喊个不停，感觉真是度日如年。正常的 BB 一日喊两三小时，好多时喊是他们想话你知，可能肚饿、扭计、不舒服、小病痛，有时又真是几难估中。退一步想真下，或者灵光一闪被你想通，如果 BB 食饱，片又换了，抱又抱过，仲是这样喊，喊到你心烦，运用心思是时候，咪俾自己惊过头，试下喂多餐，或者就是这么简单。还是 BB 不舒服太冻或太焗，又可以试下按摩，在 BB 身上轻轻搓，甚至跳舞或者唱歌，总之找些事情做，找张毡仔包住他，抱实他走去幽静区。记住，无论你几激气，都不可以将 BB 大力摇。奶嘴要不要？ BB 吸啜会舒适，带 BB 出街散散步，清新空气消苦恼。咁多法子都唔得，你嘅耐性就快失。薄棉布将佢包，平放小床当瞓觉，然后自己行出去唞一啖大气，翻嚟再处理。试下打个电话俾亲友，佢哋或者帮得手。如果真系冇晒符，仲可以揾家庭医生、就近医院、婴幼儿护士或者父母专线求帮助。记住，你并不孤单，要帮助打个电话解困难。自己骨肉咁宝贵，大力摇点忍心？幼儿脆弱易损伤，记住，无论你几激气，都不可以将 BB 大力摇。